员双手捧着翠玉白菜放进铺满软垫的箱子，再放入铁箱中贴上封条。四年前翠玉白菜到日本展览，保全超高规格，十一月到台中花博，故宫用34万投保5.5亿的保险。因为封条，你如果还没打开出来展览的时候，外面封条会把它封起来，这个24小时就不会离开身边。那都派2-4个。2003年翠玉白菜到高雄展出3个月，投保3亿5000万元。2014年出国，日本还动用了国家保险，箱子量身打造，层层防撞，玻璃柜特别定制。这次去台中的是翠玉白菜和翠玉小白菜。据了解，清朝留下6颗翠玉白菜相关作品，3颗在台湾被视为国宝的这块是光绪皇帝嫔妃的嫁妆。太监崔玉贵和王德环连揪带推，怕珍妃推下锦鲤。珍妃被慈禧太后逼去投井自尽后，翠玉白菜被姐姐景妃收藏。翠玉白菜就曾被安放在这间宫殿的一只装饰花盆里。当年翠玉白菜作为锦妃的陪嫁进入紫禁城，见证了历史宫斗的阴狠毒辣，又辗转来到台湾。翠玉白菜的价值在民众心中已经超过5.5亿，更是无价。三立新闻综合。